阿兰惹替香里和去战场，而那时你又在做什么？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青化在监控着我，我以为阿兰惹在西泽那儿过得很好，我在深宫的花园里种满了四季树。 请君后，前方战况十分惨烈，夹击军令一个接一个，请君后立即派兵支援。君后，啊，知道了，退下吧。 这朵花一定很适合你。